湖南美食有哪些？湖南美食有很多，比如有剁椒鱼头、臭豆腐、降血压、甜酒冲蛋等等。湖南美食包含湘菜以及各种美味小吃。湘菜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菜，是汉族饮食文化八大菜系之一。湘菜又叫湖南菜，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，以湘江流域、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三种地方风味为主。湘菜制作精细，用料上比较广泛，口味多变，品种繁多，色泽上油重色浓，讲求实惠，品味上注重香辣、香鲜、软嫩，制法上以微、炖、辣、蒸、炒诸法见称。湘菜历来重视原料互相搭配，滋味互相渗透，湘菜调味油重香辣。因地理位置的关系，湖南气候温和湿润，故人们多喜食辣椒，用以提神祛湿。同时，爆炒也是湖南人做菜的拿手好戏。